很有可能发现这个钥匙。我最后一次来现场，我确实发现点东西，但不是钥匙，而且不是在这个包里。是什么东西？是我自己的。可没搜出来。是他举报我的一件事儿，就是因为我打了他嘛，所以我只是把这个东西藏起来了。所以你第二次来是来湮灭证据的，不是来道歉或者是？并不是，我是来道歉的，但是在他死后，我发现了这个东西。是你当时看到了这个纸条之后，你觉得自己的大好前途可能尽毁。于是你杀掉了他，拿走了证据。天啊！你要这么说，我都没法解释，对不对？破了这案子，这案子已经破了，就是他。所以你会投给谁？白状元吧，因为他是在游戏间里面来来回回的人，他妈妈被这样子动手动脚，他当然会觉得不舒服啊。他去哪儿弄那么多游戏币啊？那几个打不死人呢，就是大家都有嫌疑。作者是这是你的笔吗？老贝，家仇国恨。老贝是你吗？不是我。你在看什么？笔在哪里？有什么用？你要那支笔干嘛？因为他想要翻案。你要干嘛？那个笔应该是在小卖店。我不敢确定这个案子是不是他做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连环杀手都是同一个人。对，而且神秘符号，他的书，他自己的书上有这个符号，然后那根笔上会不会就是他的那根笔上有没有这个符号？你刚才找到的有一根银色的笔呢？发现银色的笔，他已经承认那支笔是他的了。上面有那个神秘符号吗？对啊，有啊，贴了这个符号。我没有代表。哦，这个是你的。我可以问你，前几宗连环杀人案是你杀的吗？就是我本人。